是哦，六点古典伫每礼拜拢会举办趣味手作课程，学长辈当伫课程当中训练手脑。即间古典安排点辈利用领带来制作手工包，那是学长辈体验亲手制作的趣味，嘛想起较早少年的回忆，为长辈生活增添乐趣。为着要让长辈会当伫课程中训练手脑，防止脑化，四号落地基点伫即间安排手作课程，让长辈学习利用内裤带甲旧衫制作古锥的手工包。大家嘛伫过程中互相学习，嘛对课程是非常的介意。最近一礼拜、一两礼拜啦，啊头家因那伊个课，伊就来教阮做，啊阮家己搭楼梯、挖壁梯安尼，啊简单啦，暗时。啊，不是要写字啦，写字阮都唔捌啦。啊，这天那阵咧补补衫，阮都会晓。啊，较歹就影。哦，真困难哦，迄条师傅来教才有法度。顾起感觉真水真好。啊，这是阮头家较牛，有法度通做种的，他来教咱，咱才有法度通做。这边利用两礼拜的时间，让长辈学习制作。长辈嘛在过程中想起少年时做工课的回忆，嘛互相研究制作方法。完成了后，嘛会当早回去厝内分享给厝内人。差不多两个礼拜多的时间，啊，因为咱的长辈吼，算讲有年纪吼，目睭较无遐尔好，啊，所以吼就是慢慢啊做啦，嘿，啊，就是哪做哪讲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对因来讲嘛是一种休闲，吼。啊，因嘛做了，感觉有趣味。啊，因头一届做这款领带，吼、哦，来做拼布包，拼织一个那个太阳花。啊，对因来讲，也感觉做趣味的。基点表示，手工包利用旧衫来制作，不只是推广环保理念，嘛，让长辈透过手作课程训练手脑，在完成的时阵增添长辈成就感，嘛为大家生活增添趣味。但因为我们以前有用一些二手的别人不要的牛仔裤，然后让长辈做包包，那这次有人捐领带。我们想说也是拿来做一个不同的新的造型的包包，那长辈可以手脑并用。那因为过去有一些长辈是做一些裁缝业的，那我们就是想说让他，虽然他已经退休了，那让他再来继续做这个东西，然后可以教其他长辈来提升他的成就感。透过趣味的手作课程，不只是让长辈想起少年时的回忆，也推广环保理念，让长辈学习，让大家在课程中可以训练手脑，在地快乐脑化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